边说，谢谢你，黄公叶。啊，黄公菜，谢谢你，珍珠菜。然后你感谢了这两种菜，还要感谢谁？谢谢农夫，还要感谢谁？谢谢老天爷。我们要谢四个东西，两种菜，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天。再说一次，谢谢黄公菜，谢谢珍珠菜，谢谢辛苦的农夫，谢谢老天爷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把这个东西投下去。哎，好，来依序的，来换你们喽。好，你自己选择两种。他等一下会介绍。这什么菜啊？好，要快点。好，不要去动它。我再提醒你们，不要动到桌子。鸭子炒，这叫什么？地豆。好，好，来喽，准备喽。好，注意听他讲哦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